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and your miles and miles from your nights. Remember what your past is, bo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Hello, it's me. 还有 BCAA， 肌酸。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好了，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嘉义的市长杯以及台南府城杯的比基尼健体比赛的第一名。A 嘛，其实我还没念完全名，对不对？是你有看我的影片吗？没有，你都没有在。所以你没有看我 YouTube 影片，然后我就邀请你来，然后你就来跟我拍片。对啊。啊，有没有觉得今天拍片的东西很荒谬？不会啊。不会吗？那既然今天有幸请到你来这边，我想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叫 A 嘛教练，然后我本身是健美选手，比基尼比赛的。姿态，然后身体的曲线，然后还有笑容、妆感、头发，都算在评分的分数里面，跟一般的健美不太一样。那10月28号还有一场比赛，现在算是备赛期，大概可能再过2周会是你上台前的最好的状态。对啊，之后还会再多水。刚才看到自己拿他自己煮的鸡胸肉沙拉在那边吃，我一进来闻到那个味道，我仿佛闻到我监制起司的味道。很有前置期，我现在看起来，你受伤了吗？有，你受伤了吗？哪一个时候吗？因为我走2期，我健力也完，所以我如果体重掉的话，力量是还是会掉，所以我要拿捏那个平衡，就不能太油，又不能太干，太油。太干还是太油还是太干？不知道你觉得呢？太油吧。女生。会不会练太壮这个迷思呢？对，女生练太壮吗？女生通常是太胖了，就是太油嘛，对。通常是太油，就是她很不爱练，然后练完就哇，我要一直吃，然后就吃得很爽，然后就超肥的，然后她就觉得我这是壮，不是胖。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训练，跟怎么样去饮食才能够达到，就是像你这样子。因为说这个女生真的，她会喜欢吃一点点，但热量很高，可能就吃10颗水饺，可是10颗水饺热量就很高。吃面包，然后夹什么，什么夹生菜之类。可是面包本身热量就很高，然后一饿，饿，然后我也好想吃甜的，然后又喝了一个无糖真奶，就是还是一样会变胖。而且加工过的东西不好代谢。对啊，可是正常吃会比较好。然后训练的话，基本上就跟男生是一样的。哦，对，那今天真的很荣幸邀请到你来跟我一起拍这么荒谬的短剧，然后。如果想认识 A 码多一点的，可以去他的 Instagram 逛逛，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我是健盖一 ，A 码，我们下次见，拜拜。台湾师范大学最近举办了一个爱爱上体育课的微电影征片活动，希望推广融合式体育教学，鼓励身心障碍学生与一般学生一起上体育课。也许大家不知道，身心障碍学生常因学校的环境设备不佳或父母反对等因素，在就学时期就几乎没有上过什么体育课，导致体适能下降。那这个微电影的征片活动主要就是要唤醒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与身心障碍学生运动权的重视，从学校体育课开始培养运动的习惯。竞赛的截止收件日是10月4日，奖金有上万。有兴趣的朋友，盖伊会把报名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哦！我是健盖伊，我们下次见，拜拜。